他的头被砍掉，还有手被砍掉的意思。哎呦喂呀，头痛！菜都凉掉，饭都凉掉了。哎呦！为什么他看到我要跑？他说我是鬼。太搞啦！我来帮你了。阴暗的困家，多桑卡桑保护你。什么拢无？什么拢无啊？我不想再出去，我想要一直待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为什么这个样子摆呢？都跟那当阵同款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哇，这个视角好恐怖！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啦？他说那个时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比方说他已经想起来弟弟，他跟弟弟去那个军营找祖蜻蜓的事情。林心玉晚安哦。小星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姓人呢？你将伊带来倒位？你给我过来！我什么都唔知呀，我无。给我过来！怪物的作为，会乎你的幸福，一个。我姓人呢？你将伊带来倒位？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紧闭起来！所以爸爸也被抓走了吗？免做！他叫我躲起来吗？水缸。就是家。太急盼了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溅到我脚上，找死啊！东西被泡在这里面，那也不用。所以，爸爸应该也被抓走了吧？可是刚刚没有听到爸爸争吵的声音。被弄得一团乱。只是啊，所以我觉得他断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好，那如果声音能慢慢的消减，再进到这个 loading 的话会比较好一点，情绪都会被打断。不信，军人是日本人吗？我觉得时代背景应该也是白色恐怖那个时候，而且是白色恐怖对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刚开始的时候，应该是民国五十年代以前那个，那个什么，通货膨胀是民国五十年代嘛，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时候，返校那个时代更长更早一点。啊，为什么要把丢在地上？
不懂不懂，为什么丢地上？可以放床上啊，为什么丢地上？不行，不行。要结局了吗？哇，这种只能悲剧结局欸。接到，欸，对。母亲，再等我一下。啊，上面好像少了什么。回头找物件。那破图，这个破图应该是故意的吧？应该不是我的电脑破图吧？不是破图，就是那个颗粒状。不行！是细声跟我吗？两个人一起玩竹蜻蜓。这张图我真的不懂，妈妈哦，妈妈在哭。这张图该不会是我把军队引进来的吧？这张我不太确定。细声，木声被那个军队抓到了，然后他爸爸很生气。你的木声好大，少一张。哎，我在这个时候突然跳起来抓我，我会吓死。耶、yeah ！爸爸有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哇哇哇哇哇！他们。可是这瓜牛人欸，瓜牛人应该是比较好的吧。直接无视怪物，怎么跑的？他们左边都支线。哎啊！哦，他真的在追。哇塞，他站在那边，我是该怎么办呢？
你长得比较大。这你左左，嗯，没有哦，刚左左边为什么会发现？这个是青年笔记吧，第一倒数第二章，这是我跟弟弟，看一下吧。因为我一直不太确定青年笔记的身份是我还是谁。过了一个月左右，混乱已经逐渐平静下来了。我猜这只是怒气的嘴全被子弹填满了，但他们依然愤怒，不知何时会再爆发。这跟我们所想象的自由的并不一样。不过现在想想，也许能活下来已经是抽到上上签了。虽然当时赌城自卫队本来没有恶意，但是终于现在单方面的欺凌却也只能忍耐了。现在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我所带回来的，原本以为已经好转很多的他，却发现这几天开始会自由出神的出门乱晃，有时一蹬一蹬的在路上走着，有时却在小道间狂奔。我跟上去以防他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，而最后总是会在一间三合院外找到他。看来他还需要一段时间，那这个青年就是我了。应该是有人在照顾我吧。你想当然而爸爸妈妈还有牧师已经都不在了，我应该发疯了。所以青年笔记的对象就是我。唉，难过。万人笔记单纯就是只是那个米店的事情吧，端正笔记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这样猜测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哎呦，即将走吗？他会这样回头？这个是村当店，到处都是怪物。哎。猪，蜗牛，什么？哦，这是迷宫涂鸦。纸上面的符号似乎在哪里看过。哦，迷宫涂鸦，瓜牛是断掉的。嗯，我希望我们还是要需要再试一下。哎，刚进去瓜牛就被杀，对啊？还是说其他三个进去都没问题，只有瓜牛不能进去？看到这是什么吗？是瓜牛。我们是不是要让那个？我们要最后从那个出来啊？我
我觉得最后应该是要从这里出来。会不会是这样？从那边出来，那个所有的符号就凑齐了。你走好慢啊！哎，怎么可能？这太荒唐了。然后我们从那边进去，然后从瓜牛出来，应该就符合我们的要求了。圆圈，端正笔记9，然后，哎，还是我们对了。迷宫宝藏的碎片，看我们对了。我记得迷宫都要2块碎块才能组合成钥匙，这是妈妈的手镯哎。对啊，开了。哇，这个超像妈妈的。我妈妈已经……对啊，这样就对了。我们最后还是不是还要跑回去啊？哎呦！这……卡桑，所以妈妈也死掉了。太好了，木生，我快到了。外人笔记，突然在最后的时候收到大量笔记，应该就是，没有把那个放好吧？好，看一下外人笔记。哎，这一大堆那个我们都没有收到。这次玩的有点，突发事件太多了，没来得及把眼前的一切都记下。他气色看起来已经好多了。但头上伤口依旧包着纱布，脸上还蒙着一层层阴霾，这让我难以告诉他那些他想知道的事实。因此，我骗了他。我骗他，他的家人已经先搭船去避难了，我们也准备要过去会合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缓缓地答应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种被识破的感觉。似乎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答案了，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在他面前，我的谎言可以像是个笑话吧。青年笔记是我，外人笔记是照顾我的人吧？会不会这样？头部有受伤的人就是我啊！我有受伤吗？就我有受伤？也没有受伤哎。哎，有啊有啊，脸上那个鼻梁那边有个伤痕。我要跑是不是？我要跑是不是？门不会关起来。哎，这
我走了一条绝对错掉、最错的路，完蛋！这应该不是正确答案啊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他在外面等，太好了。为什么作者要做这个空间让我们？哇，怎么办？为什么早就不来这里了？自作孽。这个作者的恶趣味啊，这个留了一个这个位置给我，不知道做什么。里面应该藏着一个什么什么成就什么的。哎，对，这款游戏都没有成就，我现在发现。这款游戏都没有放什么成就给我们。嗯，这件是什么？你脚是拐道吗？哎，这指很明显指左边，可是我就是想进去。好吧，进来吧。怎么走啊？把门关起来就好。又回来了。换个 BGM。嗯，啊，我背着弟弟。不信。是怎么背的？为什么他手还在？说把他手给装回去了。彼岸花吗？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吧？唉，感觉是我带弟弟离开这里耶。不要，为什么说要去等我呢？守住。弟弟要到啊！啊，总算到家。这里是。不信，进来等啦！不信，你不要紧吼。好恐怖哦！必须不要消失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走？你是在讲啥啦？不信，你我行。哇，他木生这样追，真的好恐怖。哎，这门是关起来的。木生现在状况到底是什么？就这样丢下弟弟了，你真的记得吗？你珍惜的物件，对啊，那笔记，又搁一个，会比我的物断走。隆重想起来啊！
跑！别来跑！不要紧，你所失去的物件，木星，搁一个，一个，搞过来，一定是搞死囡仔哩！哎呀，你紧闭起来。是我们之前未怪不下第一次到那个卡莎，你还阁哭啊？我马上就来找木星，绝对回来就会用的啊！咱紧来转啦，卡莎一定会很欢喜的。但我觉得木生已经气生已经疯掉了，他不知道找了什么东西回来了。我是说我们第一次就跟着那个鸟人走，就很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说让小孩子看到不能看到的东西。然后他们逃走嘛，木生就被抓走了。这算是一个历史故事吧，应该没有结局吧。不过我很怕最后看到就是那个牺牲独自一个人拖在三合院的样子。现在牺牲应该就已经是疯掉的状况，他其实弟弟已经死掉了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外人笔记跟青年笔记就知道了。然后没有弟弟，哎呦喂，兔子卡莎，我回来啊。完结了，玩这一款牺牲。还有吗？直接从头开始哦。这种游戏应该没有周末了。好，那结束这款游戏。我们今天玩了三个小时，其实跟还愿长度差不多。哎，还愿应该更短一点，跟返校差不多长度。这款游戏我觉得应该解释蛮清楚的，比较
就最后，哎，其实我想看继续游戏，我看一下继续游戏还没东西。应该没有了。继续游戏会在哪里开始啊？应该是抱弟弟那个地方吧。对啊，那我们看一下笔记就知道这个游戏在讲什么了。最关键的笔记应该就是这一封吧。好，这封有拿到应该就答案了。这个，我觉得外人笔记的这一封应该就告诉我们说是这个落日笔记，落日米店这家店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讲是谁，就是照顾我这个，告诉我牺牲，因为我的家人都已经爸爸死掉了嘛，妈妈也死掉了，那弟弟，因为我跟弟弟一起玩竹蜻蜓，然后跑到军队里面，然后弟弟，因为我们两个一起跑嘛，那弟弟拉在后面，弟弟被抓走了，所以弟弟也死掉了，很明显嘛，然后我就被这个外人笔记的这个落日米店的人给可能领养吧，或者是暂时照顾，然后我们对这个第八个笔记，这是外人写的关于我的笔记，他就说。最后让我担心的是，我所带回来的原本以为已经好转很多的他，却发现这几天开始会自己出神的出门乱晃，有时一顿一顿在路上走着，有时却又在小道间狂奔。我跟上去以防他做出什么可怕的事，而最后总会在一间三合院找到他。看来需要一段时间，那个他就是牺牲，就是我。唉，这是一个悲剧故事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完这一款牺牲了，应该大家都看得懂吧？虽然我们笔记没有收集齐全，可是关键笔记都会放在很明显的地方，我觉得还好。八跟这个八，两个八。那这个端正笔记，我看一下哦。记得牺牲上次生日说要有个弟弟。端正笔记应该是妈妈吗？家人写我的吗？我今天阻止他出门还吵了一架，还是爸爸？别走，昨天我怎么？小，公学校，这个年代应该不是日治时代啊，应该还没改名字吧？应该是还没改名字吧，因为他的军队都是用中文，而且带有外省的口音，所以我刚开始在想，应该就是光复不久的事情，所以那公学校什么的那些制度都还没有讲，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出现公学校这个名字，还是好修公学校，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，而且这边有讲米价。通膨的事情，年代就是四五零年代那个时候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慢慢的去，应该是有一些比较厉害的玩家会把所有的笔记收集齐全。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我没有讲清楚的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欢迎点个喜欢，也可以点个订阅。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陪我玩这款游戏。